现在的你站在哪里？在日常的追寻里，在烈日下，在黑夜里，或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无论是哪里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们会陪着你一起站在一起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曾并肩一起。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城建就在大家的眼前，站在需要被守护的土地上，站在坚持永续家园的风景前，站在和你一起为未来努力的道路上。看见你的需求，理解你的难处，不放弃任何可以追求的幸福，也不放弃可以感到的光荣，更不放弃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地方。我们相信，改变每个人的困境，就是改变大环境。而对的方向，需要与对的人一起。现在的你站在哪里？站在台湾的十字路口上，不要忘记继续往对的路前进。八年前我们已经一起出发，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为未来开路，为了更好的台湾，让我们继续一起选对的人，走对的路。